个在吹口，一个不见了，离这么远。对，来，我们今天到这个兵哥家，看看在东京团地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这就全是这种集合住宅，挺好的。谢老板今天不上课是吧？五一放假吗？他放九天。对。这电梯就反应可慢了，要很老的那种感觉。你看它开门关门，你要不按它关的话，它就不会关。我们就一直等很长时间，你按它就会一直等。嗯。就可能为了照顾这里边老人多，很多老人。哦。但是现在这边中国人也特别多。就你在动吗？遍地都是。就是因为你走到我们那个走路，就你一整次上楼就能闻到那别人家抽烟机出来的味道，就是要么火锅味，什么中华料理的味道。有的是那种他们那种老人，闲没事的时候，有时坐电梯碰到他，他愿意跟你说话。啊、嗯、啊！他也是中国人啊，他也会说两句中国话那种。这边中国人太多了。我们好久没来过这么高的地方，有点缺氧。这是高板，谢老板，这回真的给你打码。不相信你了，已经。我们来日本第一次来这么高的人家里面，是吗？啊，谢谢。这里我喜欢吃的吧，是这个吧？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钵钵鸡啊！你在成都没吃过？没吃过啊。这不是为了拍视频让他借打一下。可你们家挺大的。哎，还行，他那个房子，一星星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比之前中野那个大，而且很干净。啊，干净是因为今天你们来，我们收拾了。真的挺好的。嗯，我们俩刚才说，如果就以后你们得经常就是经常来了，我就收拾。不来我也不愿意收拾。你们家还有客厅？嗯。那你们睡哪儿啊？就是睡这儿，那有那个床什么的，一收就是了。中庭，我先看看，这里是你们的洗衣服洗澡的。它那边那个就是樱花，嗯，春天来的时候会比较好看。嗯，然后那旁边那是个小学。哦，还上学呢、哦、从这里看可以看到那个、啊、那个晴空塔，就这儿、啊、就这儿那个吗？你看能看到吗？对，你看对面。哦，看到个尖儿哈。嗯，对。因为他们小学的操场很奇特的，他们那个操场以前画那些线嘛、嗯，它隔一段时间会变。会变啊！有时候还会画一些什么卡通人物在上面。嗯。还有游泳池呢。嗯，游泳池。对，夏天的时候他们会上游泳课。嗯，好可爱。那这种申请很难啊，就是要有空了你马上得。可能空了你了解这个房子之后，你就空了之后，就可能你不来看房，你就直接说我订这一间，他就给你升了。嗯，就是先来后到。刚进来的时候，他给你每一个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就对啊。比如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要恢复到我们就是来的时候的样子。就啥都没有，空调是自己装哈、啊？没有，空调是他有的。空调都有、啊。对，空调有一个，但是他这项团体他本来就有那种。公益性质的嘛，所以他只会给你安一个、嗯、那里他也留了那空调机位，但是他不会、那个、一个其实就够了。对，他就不会那个给你，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觉得你还想要再装一个的话，那个就必须要自己装、嗯、他们那边就我们这儿合的另外一边是那种就是试营的是吧，都营的团体，东营都营，那个就很便宜，连电梯也没有，没有电梯、哦、对，就他们那种就很便宜啊，那种很便宜的那种五万以下吧，5万以下就在奇遇了啊，不也是东，他是东京都的那个团体、啊、对，他们那种就没有电梯什么的。就我后来联想到国内之前不是说要修那个政府的房子吗，又有个专家说不要修厕所的吗、啊、就是我们之前以前乍一听就觉得这个好奇怪是吧、嗯、然后发现就是如果他们这种真的要公益性质很便宜的房子的话，确实就是它有一定的道理在，就是如果一旦他修得非常好的话，可能真正需要他的人就住上了。对，后来我们就想这个事情还是这个专家还是有说的有一点道理。我们就住了团地之后可能就不会很想去住，就如果不是自己在买房的话应该就不会想去住别的地方。之前不知道哈、啊、之前这刚来就傻乎乎的交一大笔头巾啊、这多好啊，随时走啊，而且头巾没有吧，就是我们两个月家住嘛、哎、坐啊，14天提前14天跟他说搬走就可以啊。对，他这个是比较那个就是比较灵活。嗯走。
走，和兵哥出去。这边好像小朋友多一点，这边的好像那个房间大一点吧，就是它有2DK 的那种就大一点。完了之后这边就都是小孩多，一家人住的多，这种就5-6万吧，4-5万5-6万，还大。但是他们那个浴室就没有你们这个好。那边那个还有装修什么的。对，那便宜吗？他总得有个便宜的理由嘛。这边就都是了，挨着一片一片的，就都是那种。反正往那边走，或者是这边，它就都是小房子，反正就是小房子就少。完了之后，成片的就都是那种集合住宅。可以。走吧，瞎溜达一会儿吧。下面是个神社。这边好像是那商品楼，就是卖的，就明显看着比我们那边会好一点。另你去那边看吧，这块新修的那种都是4000多，老的可能便宜。我那天看他们发那传单，老的2700多万吧，2LDK 的，新的这种就都是新修的都是4000多万。这边好像就都是4700-800万，应该是。他们日本人买跟国内买房完全不一样啊。日本人买房可以又零贷，又零首付，把利率又低，还个不到10万块钱就可以贷了。但他们不愿意买。对。那就是个中国人的物产店。对面是吧？对。你们都平时会来这儿买吗？啊，对，有的时候就来。5000多。大概270-280万呗，一户建3LDK的车位，有一个那个摩托车改那个摩托车的店。改那个雅马哈的 SR 是最出名的，就这个店。劳动节放假。对。这个印第安也是一个摩托车牌子。嗯。顶上你看它那个车把什么，就是他们家自己出的套件儿。自己做的。对，就是他们出的那种牌子的套件儿。我上次跟谢良先我俩从这儿逛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人门口看了半天，但我日语又太差了，我就算了就走了。我们可以往那边走，就是河边了。花火大会就在这儿是吧？往那儿写的。对，花火大会在那里边。今年又有花火大会了呗？有了，去年就有了，去年我们就看了。谢良先他也来看过，但是我不没来过。我那会儿来的时候不就疫情？我10月份来的，12月份就疫情。完了来了东京就啥也没留的。那个车什么线？好像什么东海道线还是什么玩意儿？就是。京滨东北线就走那个，这是京滨东北线。这就是拆车厂，你看里边全是那些破车，就是解体废车，中古车解体。他那边就是扔那个粗大狗咪的，经常就会有人从那个就偷那些粗大狗咪，反正就。就看着好一点，我朋友扔的什么马桶盖大气筒，完之后也有人捡回家了，就都没了。他贴了那个粗大狗迷的票，完了之后人家就给他发消息了，说没有收集到这个东西。我们回来了，那我俩这顿神绕，你们领域河边，从河边，从那边逛逛到那边看花火那块儿，完了之后回来，他说他们也来过这儿。吃了谢老板做的大餐，还
买，就一空气站给我扎一个鸡腿。我们就是因为在家里弄这些，发现已经就是比那个店儿也好吃了，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已经不在外面吃了。你的那个什么，这是不是很有那个国内的感觉？对呀、啊。你就冲着这个1厘米厚的红油，就是有国内的感觉，有那味儿了啊！就这个猪肝泡进去应该能好吃。介绍一下，好吃好吃。你来就没回去过哈？嗯，来就疫情，来一次要回去，完了之后我妈说国内疫情严重，先别回来了。完了之后日本疫情比国内还严重了，你也别回来了，之后就就职了。就是那个空气炸锅炸的，可以，还行，我也好。那你现在都是休星期一吗？一三，完了之后，这周三不休，这周三是红日子，很忙嘛。完了之后，下周一吧。你就得赶不忙的时候休的、你现在几个哈喽拜托啊？俩。他俩不能独立完成吗？新人不行。没事，他俩能吃辣。能吃能吃、这个不辣，这个主要是香吗？这个。拍个这个吧。拍个这个吗？好。我们吃掉的串儿，吃掉的串儿，这是你，都是你的玩具，是不是？你还买个车牌号回来。这是正规美国车牌，我跟你说，到哪天我到运到美国了，我就他家把车挂上了。哎，这个是关岛，是那个关岛的。关岛，我711配色高达，711联名的，你在哪儿淘的？就是711官网买的，这个。有没有很惊喜？700块钱。就觉得可爱嘛、好可爱啊，这个这种在中野好像很多一些，这个才500块钱日币，那很划算啊。对，就是你这不比那个什么迪士尼什么那些里面的好看吗？这个500我也会买。哦，那1000卖你吗？1000我就不会买了啊。这也是那啥、哦、这个是哆啦 A 梦的吗？对对，那个任意门好像是。这个东西是游戏，但是我不会玩什么记忆游戏，安迪沃霍尔。这也是我打折吗？可以啊，这都是宝贝啊。没有，都是不值钱的。想起来了，真的，咱们可以玩这个。我这个东西我买回来。那个很吵啊。买回来，很吵。他就嫌我吵，但是这个东西。麻将比麻将还吵。不是自己在家玩卡金钩。卡金钩。自家玩卡金钩。真的是卡金钩，这不健康啊。这个不能播、啊。这个可以播，没事，这个是自己家的。小孩玩的不值钱，我下回一起去秋叶原逛那个玩具店。不是要逛那种好老的，秋叶原都是比较新潮的，他喜欢逛那种就是好有年代感的那种玩具店。完了之后，他这个也是拧这儿，但是要开那个啥，要开电池。斌哥他喜欢逛那种就是好有年代感的，就是那种就像这种东西，就是没有人会再玩了，他就会玩，拿回来就当天就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是好吵好吵，就吵死我了。对，它其实不是不好玩，只是它嫌吵而已。卡金钩，主要是没有筹码，就会少一点味道，缺少赌博性质以后。难怪啊，这还挺好看的。第一次那么认真的看了一下它。它会一直往上弹。只要你拧的话就往上弹，我也不知道它是。但怎么算赢呢？怎么算过关了呢？它就是它不没有什么过关，它就是一个给小朋友就是啊，培养他长大去赌博。我们一个月电费才5000多。对，像我们这苏里那边，随便一个月很多时候都是10000多嘛。10000多呀。就是那种开空调什么的时候，那种时候。我们就是10000内。我们开空调一般都是10000多，然后但我们在这边开空调，我也经常开，我还开那个戴森什么的。反正每多的时候才5000，多的时候5000，少的时候就是3000-4000、那也太爽了。就可能因为它这个房子可能保温要厉害一点。一是保温，二是给我觉得这边电费便宜。这边可能团地，因为大家都团地都是穷人嘛。U2的团地比阿帕托贵。对，就是在同一个地段，比阿帕托贵，只是比高级梦熊便宜。不用更新料是吧？不用，不用，对啊，更新料好贵。对，我们那时算的就是，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住2-3年，虽然我们每个月比那个房子需要贵个1-2万，但是其实我们花了钱并没有，因为我们不用再投金什么的，然后走的时候也没有那些钱。对，然后我要是也不麻烦。那我们给斌哥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斌哥，谢谢斌哥带我们了解，谢谢老板，在东京的生活，在东京的斌哥的生活。
两个就一个东京普通社畜的生活。你开个灯吗？是。你说开灯吗？不开灯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我赶紧开门送他们走。